哎、欸，我这个连走路都不会，我在旋转啊！转吧转吧，七彩霓虹灯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个叫做《动物战争模拟器》哈，那个翻译应该是这个样子啊。如果有错的话呢，啊，马上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说我的翻译错误。好，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一种就是自导模拟的一个战争模拟器。简单来讲的话呢，就是说你可以用很多东西来做比拼，好，看看是谁比较强，多少只对多少只比较厉害呢？啊，这个如果有在 YouTube 上面看一些战争模拟器，大概就知道这类似是什么样的一个游戏模式哈。那这个游戏它现在有分两种，一种是关卡制的啊，这边有1到30关啊，然后呢，它这边还有限制你的金额啊。就是说，你要用多少的你，他每一个那个人物 NPC 呢，都是要价格的。好像第一关就是要用1500块，看可不可以突破这一群看起来像是海鸥还是鸟的东西啊。然后第二关的话，可能就是啊，在猪上面抓啊，猪上面加载了这些炮台，然后呢，好像没有限制多少钱。哦，不是没有限制，是还没解锁，所以他不会告诉你需要限制多少钱以内破完这样子。那这个第一个，这个是沙盒模式，沙盒模式就是完全没有金钱限制，你想怎么搞就怎么搞。那我们今天来玩的话，就是来玩沙盒，今天来试玩一下沙盒，看里面到底有什么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我们先进来看一下。那他这边还有分很多地形哦，感觉这还有足球场是怎么回事？还有大的跟小的哦。哦，大的、中的啊、哦，然后最长的，然后这什么冰石是不是？啊、哦，这边还有这个，我们要选哪一个才好？选大草原好了，好不好？来试玩看看嘛，因为毕竟很多人就叫我玩什么模拟器啊，老头我去载那个另外一个战争模拟器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玩到一半，我的 CPU 就超高，然后直接宕机，不给我录啊。那我刚好看到这个 Steam 上面有发售这一款。它的封面是一只霸王龙，我想说怎么会有这种奇怪游戏？就仔细看一下，哦，原来类似战争模拟器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它这边左边会有很多分类，哦 ，pig 猪啊，这边都显示价格。然后这边还有很多恐龙 ，dinosaur， 这应该是念恐龙的意思。啊、哦，有没有看到这 TREX 这个就是顾名思义就是霸王龙啦，一直要1700。然后这边还有什么诸如此类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先以这个恐龙为基准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恐龙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什么，这个是吉贝龙，哎，一只哦，一只500块钱，然后它还有分白队跟黑队，哦，我们来试试看，哦，按住不放的话可以连续制造，好，我们再造一下5只吉贝龙，对上另外一边5只吉贝龙，来，好，这样价格是10000块，反正我们这游戏沙盒嘛，没有分价格的。啊，所以说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。啊，咬啊！哦，直接软掉是怎样？这直接软掉是怎么回事？直接软掉是怎样？哇，动作也太慢了吧！这个咬合动作也太慢了，没有加速之类的嘛？哎呦，突然爆成这个样子，就这样，这是我们赢的意思吗 ？L 开头哦，白队胜利哦。其实还蛮无聊的，然后我们再试看什么啊？超级雷龙啊！对了，这个还可以，重点是还可以控制，这个还可以控制那个呢，还可以控制这个你所制造的角色去进行攻击，就是有点附身在他身上这样子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开始 ，Go！ 那我要附身在这只恐龙身上，我现在是一只雷龙。啊！为什么我的走路这样？哇！甩尾攻击！今天的我没有极限，为什么我一直甩啊？啊！下面有显示，哦，下面有显示那个操作方式啊。左键是攻击，右键是离开附身，是不是？哦 ，Ctrl 才是离开啊！右键是什么？我这个连走路都不会，我在旋转啊！转吧转吧，七彩霓虹灯，真的是够了。哦，那这边右下角1234，一是暂停的意思，然后2是50倍，3是75倍，太慢了啦！啊，没有加速哦，加速模拟器，啊！我要用我的龙卷风卷死你们！啊！
哎，不行呢，常常看我卷卷卷的功力，算我放弃了，还是放生好了。干，不好玩，哈哈哈，等一下，我怎么啊？有结束结束了，好，可以可以，来来来，啊，这个两边先清除，我们再看到什么恐龙。哦哦，小盗龙，哎，不是，这个是，哦，这个我知道什么，这个是美格龙。 也太小只了吧！这也太小只了吧！哇，这样子会不会宕机啊？哈哈哈！哦，还有迅猛龙哎、欸！哦，来来来，白队跟黑队各迅猛龙各一只，完了卡住啊，放不到啊，放了，开始！哇哇哇哇哇哦哦哦，凶残凶残，一个飞扑迅猛龙直接秒挂！哇哇哇哇哇，太凶残太凶残了！ Oh my god！哇，黑队赢了，白队要输光了，不知不知啊，不用看了，胜负已定，胜负已定，好好玩哦。其实这样看蛮爽的，说真的，还蛮爽的啦，我觉得。来来，重来重来，我看一下迅猛龙呢，它这很可惜是不能打数量啊，就是只能这样子用脱衣的方式制造。好，没关系。 只是拖不好就不知道怎么弄了，我们可以拉前一点，只能这样制造。哇，等下会不会遭累格啊？我很担心等下我直接累格下去，哈哈哈，也太多了吧。嗯，围圈圈游戏，好，不管就这么多。然后呢，我们这边呢还要有一只代表性的恐龙，哇！ 剑龙哥，哎、欸，不行，放不了，有点可惜。还有什么？哇，还有老哦，还有异手龙哎！来来来，两只异手龙，那我们这边也来两只，白队也来两只异手龙，看会怎样。啊，累格了，<笑>等下这太累格了，我电脑忍受不住，放慢动作50%好了。哇！ 全死光，放75%，哦，真的很累格，太凶残了吧？这个我不行，呵呵我整个差点有点宕机，我的天啊！还有什么恐龙？三角龙，哎、欸，三角龙，啊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只是什么啊？没看过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是这个是锯齿蜥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那个那叫什么齿？锯什么齿的？我有点忘记了，这个真的我有点忘了。啊，这是异手龙。 P 开头的这应该是，应该是叫做啊，对，是一手狼，没事，不要理我。哇，好假龙呢、欸，我的天啊！哦，雷龙哥，雷龙哥上吧，好累格，好累格，跳50%，放慢15%，不然我真的会死。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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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好爽，好爽，咬爆你小龟龟！哇，你看这个攻击好好笑、哦，哈哈哈哈哈。 他确定他有在攻击吗？我怎么感觉他好像那边啊？他也死了，还有活着的吗？哦，这边有活着。MMO、欸、结束了，太扯了，太扯了。哎、欸，不要卡住啊！来来来，我觉得这样子有失公正啊。哎、欸，他这恐龙好像不能调，哎、欸，可以调血量哎、欸，恐龙可以调血量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那我们可以来玩一个好玩的，就是呢。 迅猛龙有没有？白队迅猛龙，围成一圈，然后呢，再一只雷龙，靠背啊，不行，先删掉，先放一只雷龙，然后黑的啊，不行，先删掉。我们现在制造一下这个血量，个10/1000万啊，10000滴的血量，然后100攻击。来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一对多那种感觉是如何。 啊，然后我们迅猛龙就用原始的黑队。Go！ Oh my god！ 哇，一击必杀、欸，这迅猛龙太弱了吧！<笑>我来看一下，哎、欸，雷龙哥不要卡住啊！使出你的旋转攻击。 转吧转吧，七彩霓虹灯，我们要赢了！哇，其实这是绞肉机，你知道吗？果汁机，攻击啊！雷龙，你太笨了吧！咬死他们！<笑>
算了，我要脱离你了，愚蠢！哎，咬不死哎、欸，<笑>咬不死一只雷龙，我就血量调太多了，这只雷龙血量调太多了，我看一下，这个白队可以消失嘛？因为就叫一只雷龙出来，欸，叫不出来了，卡了，好吧，那就放这里吧，哎、欸，不对。 我们的血量改5000好了，啊，伤害不要变，来，剩下的就是黑队啊，然后呢，全部都是美格龙，呀，太屌了，开始，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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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No! No! 我觉得我们要赢了、欸，太强太强了！我觉得这样太强了，有失公正。来来来，我们把啊，我们这次换个霸王龙好不好？霸王龙都没有出场的机会呢。来来来，我们就摆对霸王龙，这是四百血绝对不行。来来一个五千哈，太多会吓死。Go！霸王龙上！哇，你的攻击超屌了！霸王龙哥哥，霸王龙哥哥，你这样不行啊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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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咬死他们！咬死他们！呜！哎、欸，咬爆他！咬爆他！快！哇哇，那霸王龙被推进成这样子！哦，霸王龙现在展开逃跑攻势，可是为什么他又回马枪咬了一下呢？啊，霸王龙是不是要死了？被推了走。哎呦哎呦，快清完了！哇，一个马赛回旋，不错不错。来，我来附身一下。你以为只有你会马赛回旋吗？我也会。我转吧转吧，七彩霓虹灯。啊，结束了。这个霸王龙原来会旋转、欸，超屌的、欸。那我们看一下。他这个别的这些武器还有别的功能，我来看一下哦、喔。啊，对对对，你看这个可以装在头上，超好笑的。这个是可以拿来装在他们上面的啊。Oh my god！ 哇，哈哈哈哈！啊，雷射枪，我终极霸王龙哎、欸，不要小看了，我告诉你，那我要终结你们。霸王龙战队，哇，还不死啊！哦，开枪开枪，他那个炮不知道有打跟没打一样。啊，该死了吧你们！哇、哦，我是天下无敌的！哇哇哇哇哇哇，凶凶凶凶凶，以一打多呢！那炮弹是要炸谁啊？哦，结束了结束了，好了，这个是该结束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把我们的黑队先暂时取消一下啊！这个霸王龙实在是太屌了。我们看一下敌方霸王龙好了，我们来弄个差不多啊！我怎么没有南方巨兽龙，还蛮可惜的。来来来，大概二四六七七只，打看看。被秒杀哎、欸！哎、欸，刚才在撸他的下体，哇，你的下体好香哦！我最喜欢你的下体了。不对啊，大哥，哪有人这样子攻击的？你根本就想趁人之危吃豆腐吧？啊，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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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霸王龙超强，哈哈，趁人之危、欸，不能这样子啊，大大，你不能这样趁人之危啊！你这个小淘气，哎、欸，那这样子，我们小小的美格龙可不可以装啊？哎、欸，这个取消，小小的美格龙可不可以装雷射啊？不行，哎、欸，可以、欸，可以、欸，哈哈哈哈。等一下，只是有点难对，看超好笑，超好笑，哈哈，好好笑哦！哎、欸，真的什么都能搞哎、欸，哇，太屌了！可是我们这只有20 D 哎、欸，打一下就死了，马上软掉有没有？不行，这个美格龙太弱了，只有20 D， 不行。我们的霸王龙多少 D 啊？我忘记了，说真的，我有点忘了我们霸王龙多少 D 嘞、欸。这么小一只，什么装备都装上去了，
啊，不然的话我们就来一个脊，哎，不是剑龙，我要脊背龙。脊背龙在这里，哎，不是啊，脊背龙是这一个，哇，蛮大只的。来来来来，你也来装一下装备啊，通通都拿去装装装，打斗打斗，镭射，镭射装在头上。炮弹装在背上，啊、还有炸弹，这自杀用的吧？我觉得不太需要。还有什么没有装？哦，机枪，哎、欸，我要来机枪，开始。啊，死了！也太快了吧？为什么那么快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我们的脊背龙血量没有调，这个应该也要再调个5000，啊，平起平坐嘛。对不对？这样子才有司，这才有公正啊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装装装装装，镭射，再来，全部都给你装上去，除了炸弹之外。Come on， yeah， 谁胜谁负啊？你到底在打什么？我看没有啊。等一下，我们的暴龙死了，好吧，就这样。哇哩嘞，我的天啊！来来来 ，OK。那我们现在的最后一战哈，我们全部都是用基本的数值，然后呢，全部都是霸王龙跟我们的迅猛龙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应该会超累格，所以等一下一开始我们只能开慢倍速来看，不然的话绝对是死得很惨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干了。啊、超累格，果然行不通，好累格哦。我觉得只能在角落看了，这很吃 CPU。我觉得我们去上面看，往下看好了。哇！恐龙之间的战争，咬，咬爆你们！哇，爆了！哇，这爆了之后，黄黄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肉块吗？啊，这是争地盘，这是争地盘的。哇，争很大，争很大，争超大的，有没有看圈？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 ！Oh my god! Oh my gosh!还在咬，还在咬，真的有点累格。75倍呢？75倍还勉强看得下去。我快宕机，我快宕机了。啊，这不止恐龙啦，还有别的啦。只是今天这一集都稍微介绍一下恐龙系列啊，我们之后再稍微玩一点不一样的哈。因为我觉得这恐龙都蛮酷的，只是种类有点少。啊，被咬掉，被咬掉 ，GG 了 ，GG 了。我们看一杯一般的速度好了。哇，有人尾巴被咬了，啊，可怜哦。我被咬爆了，全死了！啊啊，黑暗队胜利，太好了！这个肉块看起来非常的棒，嗯，有那个浮颗粒那个悬浮颗粒效果，有没有那种慢动作那种感觉？那个肉块，看哇，这个血你看哦，恶心！哈哈。OK， 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个动物战争模拟就先到这里为止啦。啊，那这个系列应该还会继续玩，因为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就是一个模拟而已。但是我觉得模拟呢，这个如果做的浩大的话，其实也不赖啦，个人觉得蛮好玩。今天试玩先到这齁。我们下一集的话，可能稍微玩一下那个关卡模式。好，关卡模式是用那个系统给你的金钱啊，然后之后去设法通过啊。比如说这一关给你1500块啊，然后你就可以利用这1500看要怎么过这个关卡，啊，敌人都不一样这样子，感觉蛮有趣的。我们下一集来试看关卡模式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啦。如果喜欢我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动物战争模拟器再见啦，拜拜。